种不同的故事，留下了七万道泪痕。有七重古老的门，关住了七百年的青春，门上闪耀着不许看，宇航，快把头盖给他遮回去啊！他们是不是疯了？居然敢在曾家的牌坊底下送葬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是卓家的人，搞什么鬼呀、啊？宇航，快打发他们走！这三个月，你跑船不在家，你不知道秋桐自杀了。卓老爹，你们马上离开曾家，有什么话回头上你们家再说。这样众目睽睽之下，红白相冲，你们也闹得太过分了。宇航少爷，迎娶送殡一进一出，都得打着旗到牌坊底下经过，这是他们曾家代代相传的规矩。今天，新娘子是他们曾家少爷的人，可小女秋桐也是他们曾家少爷的人。他们只见新人笑，不闻旧人哭。大家来评评理，这是谁过分？谁过分呢？是啊，是啊，过分！真的太过分了！太过分了！
我们这些秋桐是少爷的贴身丫鬟，但是不幸的，在被逼之下失了身，他怕秋桐让了开来，就对天赌咒，说将来一定会给他一个名分，还送了一块玉佩给他做信物。来人呐！赶他们走，别放他们在那儿胡说八道。等一下，赶人可以，但是不准打人。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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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的，所以秋冬才信了他，死心塌地的跟了他，在那傻傻的等着。谁知道等到结婚的日子一定了下来，他就突然把秋冬给辞退了，硬生生的把他给赶出了门，一脚踢开。秋冬，小女气不过冤不过，就这么上了吊啊。人才死了一个月，他们照样吹吹打打，欢欢喜喜娶她的新娘，根本不把你当回事儿。秋冬，你死得冤啊，真冤啊。我要替我姐姐讨回公道。对，我们要讨回公道。快让开。拖拖拉拉的有完没完啊，给他们一顿好打，看他们还继续说不说。是，不许打人，退回去，退回去，给我退回去。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不要搅进来。我都给人家骂得狗血淋头了，你还跟他们客气啊？打，给我打。甄进南，你害死我妹妹，还敢这么恶行恶状的？谁害死她了？是她自个儿上了吊。你们可别诬赖我啊。退回去，退回去，退回去。那么这块玉佩呢？你敢说它不是你的？你敢当众对天赌咒吗？笑话，是我的又怎么样啊？秋桐是我的贴身丫鬟，她想从我身上偷个十块八块的玉佩是轻而易举的事儿。得了便宜还不知足，竟然如此嚣张地跑来闹婚，想再从我身上发一笔死人财是不是？混蛋，你简直就不是人，我跟你拼了。姐，请你显灵，你这个衣冠禽兽，昧着良心说话，颠倒是非，叫他们百口莫辩。姐，请你显灵吧！冤有头，债有主。如果你有灵，就去找负你的人，跟他一起燃烧吧！春兰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甄进南，秋桐诅咒你的婚姻，造孽的人是不配拥有好姻缘的。那些混蛋！好了，哥，别忘了今天还是你大喜的日子。喜什么喜啊？被他们闹成这个样子，我倒霉透了。好了，快上马吧，别误了时辰。嘿，对啊，大伙儿都别愣着了，快点儿！快点，手脚快点！少爷，新娘子的头盖。哦。
请二拜高堂。今天，新娘子是他们曾家少爷的人，可小女秋桐也是他们曾家少爷的人。他们只见新人笑，不闻旧人哭。他给我女儿杜国忠办过事的。甄俊男，你害死我妹妹！我要替我姐姐讨回公道。秋桐诅咒你的婚姻，造孽的人是不配拥有好姻缘的。冤有头，债有主。如果你有灵，就去找负你的人，跟他一起燃烧吧。渴不渴呀？要不要我给你倒杯水来？小姐，今天是你的大日子，可千万不能因为牌坊底下那么一闹，坏了心情啊！哎，人家失去了女儿，固然悲惨，可是那些话是不可尽信的。这曾家家大业大，难保不准人家想是图点什么，才把他说成那样的。妈妈，妈，香瓜来了，给姑爷贺喜，恭喜少爷。嗯，好。新郎官称心如意。嗯。称心如意是肯定了。请坐，姑爷请坐吧。快给新郎新娘拿合欢酒来。祝新娘新郎欢欢喜喜。请新郎新郎安歇，请安歇吧。
对不起。我白天已经够等你，晚上还要看你哭。这就是我的新婚大喜之日吗？你爱哭，你就坐这儿慢慢哭吧。孟涵见过奶奶。嗯，好好。孟涵见过爹娘。起来起来。孟涵见过小姑。静轩见过大嫂。来了来，还有一个人你要见一见，就是咱们曾家的干儿子江宇航。以后你们就直呼彼此的名字吧，不必拘礼了。是。宇航，宇航，他的名字就已经告诉你了，他是杭州人。这一次啊，为了你和晋南的喜事啊，差点没把江浙的名产全搬了过来，什么吴兴绸啦、湖皱、湖笔，还有宁波的草席、杭州的龙井，还有漆器啦、字画啦，一大堆呢。不晓得搞了几口箱子。非常感谢你的盛情厚意，不过这么多的礼，又是远路迢迢，太辛苦了。一点也不，就算再多上100倍也不是问题。你应该知道，你的公公拥有一艘叫太风号的大货船，而他请我当太风号的船长。他是我船运事业的左右手啊，不过你可别错把他当成客人，他根本就住在这儿，是这个家的一份子。他一半是杭州人，一半是白沙镇人。在杭州他姓江，在白沙镇呢，人们就当他姓曾，对吧？你爹的意思是要你明白，这个干亲啊，可不是随便认的。往后你要像敬南、敬轩一样，敬宇航为兄长，就像自己的真正大哥一般。是。昨天我还不认识你，今天才知道你的身份。但是不论亲疏远近，我都该为你昨天所做的一切好好道声谢。宇航啊，你昨儿个做了什么？哪有什么，还不就是帮帮忙。孟涵，你先回房去吧。好了，
你们究竟瞒着我什么？说。我憋不住了，奶奶，怄死人了！你都不知道，卓家那档的事根本就没有摆平。昨儿个在牌坊底下行礼的时候，他们居然搬着送葬队来闹场。怎么会弄成这种局面？你们是怎么办事的？左家那边不是老早叫你们给银子吗？娘，要是用银子能打发，早就打发了。银子不成，那要什么？他们希望秋桐的牌位能进咱们曾家的祠堂，算作靖南的小星。你先别气别气，咱们自然是没有答应，所以事情才僵在那儿。原本以为忙完了婚事再做打算的，人家可不等，昨儿个就闹成这种局面，丧葬队呀，这样给咱们难堪，叫咱们没面子。也不能尽怪人家，这件事儿是咱们理亏，谁叫哥哥欺负人家在先，之后又绝情绝义。你说够了没有？都快叫这事儿给烦死了。哪有一个新郎官像我这样倒霉啊？一边办喜事一边挨骂，外人骂，自家人也骂。可仅骂我有什么用呢？奶奶，快帮我想想办法。再不解决的话，新媳妇都不理我了。不理你最好，我还真替这位新大嫂叫屈呢。景轩，女孩子家。给我收敛点。奶奶，能不能请您考虑一下接受卓家的要求？能不能请您考虑一下接受卓家的要求？娘，宇航这是实事求是啊，也许这才是唯一能够化解纠纷的办法。咱们家七道牌坊是哪七道？你背给我听听。功德坊、忠义坊、贞洁坊、孝悌坊、贤良坊、廉政坊、忠贞坊。这就对了，咱们这么一个家族，怎么能容忍一个不贞不洁的牌位进咱们曾家的祖祠呢？娘，没什么好商量的，就是花钱消灾，黑眼珠见了白银子，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别给我省。阿贵他爹，阿贵他爹，阿贵他爹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出去！这儿不欢迎你们，出去！把扁担放下，我又不是来找你们算账的。你看我们身后有人来没有？我的干儿子宇航，你们是知道的。来的就我们两个人。这是300块洋钱，只要你们答应息事宁人，他就归你们了。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，你们可以为你们的女儿做一场法事，超度她的亡魂，还有他的坟墓。听说你们准备把他葬在荒郊野外。我知道你们是情非得已，可是有了这笔钱，你们就可以找一块好地方修一座坟，好好厚葬他，以为他在天之灵。剩下的钱
你们可以给大儿子秋桂讨房媳妇儿，可以让小儿子秋阳继续深造，他是一块读书的料，如果不继续念大学实在是可惜了。你们不是也很想栽培他的吗？你们还可以买一栋比较像样的房子，或者是经营一点小本生意。总而言之，死者已矣，这是无力回天的事，但是活着的人还得过日子，总得有个打算，对不对？是啊，话是不错，可是这等于叫我出卖秋桐一生的名节，将来有人提到他会说是那个曾家不守规矩的丫头。在上头过的舒服的日子，可叫秋桐在底下却不得安宁，这能叫舒服吗？就是有金山银山我也不能那么做，我不能。拿回去，你们拿回去。秋桂跟秋阳呢？出去拉黄包车去了。他们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道，总要弄到天黑才回来。现在他们父子三儿就这么轮班的。别那么多嘴。好吧，那么咱们明天再来，至于这箱洋钱就先搁在你们这儿。哎，这些钱为什么要搁在咱们这儿？不要不要，你把它带走。坦白说，300块洋钱跟一条人命是怎么样也不能够相比。我很遗憾不能够为你们做的更多，只能诚心诚意地请你们节哀顺变，收拾起对秋桐的悲痛，然后珍惜你们还拥有的两个儿子。金钱不一定是万能，但是相信我，好好的善用金钱，绝对可以造就一个可造之才。难为你了，我的确难受极了。难道干爹您很坦然吗？当然不，可除此之外又能如何呢？闯祸的是我的儿子，固执不肯退让的是我的母亲，我没有别的选择，只有保护儿子，尊重母亲。你也同样无从选择，因为他们一个等于是你的弟弟，一个等于是你的奶奶，不是吗？我有选择，我不是为他们做这件事儿，我是不忍看你左右两难，我是为你而做的。今日的我是你一手造就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。一定要分得这么清楚吗？十几年来你应当很明了，我对你绝非是一时的乐善好施，而是一路有计划地安排你走入我的家庭，进入我的事业。我真的是将你视同己出啊！而且不妨坦白地告诉你，在不远的将来，我是要让你当家，来接管我拥有的一切呀。这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不可能？我毕竟不是你真正的儿子。只要我愿意，你就是我的儿子。不，我不是靖南，要当家的应该是他，怎么会是我呢？哼，他能当家，那除非太阳打从西边出来。你只管放心，你的才能，你的干练，大家是有目共睹的，在我大力支持下不会有人反对的。那么我反对，我不愿意，行吗？你宇航，宇航，老实说，我并不知道你的计划是这样的。我一直把你当作是我命中的贵人，
大恩人。因为有你的帮助，我才有机会念大学。因为你的提拔，我才会有机会跑遍五湖四海，丰富我的人生。这并不是我有什么企图心，而是这是我唯一能够报答你的方法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不，你不知道，我不要当这个家，因为我不姓曾，这根本不是我的家。真不愿意对你说出这些话，可是我实在是被你的计划给吓住了。13年来，我竭尽所能，处处用心，到头来却只会吓住你啊。这话不公平，我们一直很投缘，很亲近，而且无话不谈，是不是？在我心目中，你是除了神父以外另一个亦父亦师亦友的人，这是我一直深深感到幸运的地方。只不过神父也好，干爹也好，多那么一个字，就是跟爹差了一层啊。好了好了，我不要你弄得这么难受，这事儿先搁着，咱们慢慢再谈。院子里随处走走，不知不觉走到这儿来。这儿是祠堂，对吧？嗯。不过，除了特殊情况和祭祖的日子呢，其他时候就最好别来。为什么？来，你来瞧瞧这个。你看，从前啊，咱们的祖先犯了错，都是依照这个上面来处罚的，有的是一年不给米粮。有的是不给钱用，好多好多无奇不有。换言之，这就是个惩罚人的地方。那也是以前的事了，现在也是要罚的。只要是犯了错，奶奶一声令下就得关进这儿，在祖宗面前罚跪一两个钟头啊，大半天的，甚至几天几夜的都有，看是大错小错而定了。格的家规，那秋桐的事也许不尽详实，对吧？哎，我应该点头，应该替我哥哥试过，可我真的说不出口，很对不起啊，我不会撒谎，可是我的坦白并不是要让你难受啊，我是希望能帮助你多了解一些情况。没错，我哥哥是有很多缺点，那是因为他完全给惯坏了。
咱们家从我祖父开始已经是三代单传了，我娘投胎生了个女儿，还没取名字就夭折了，后来又生了个儿子，取名静雅，长到两岁也夭折了，然后才是静南。那么你可以想象他是多么宝贝多么珍贵了吧，全家人啊就这么宠着他顺着他，有时候啊简直是供着他。多亏我爹啊有宇航这个义子，他是个孤儿，十多年前我爹跑船在杭州认识的，人家苦学上进，又懂医术，又聪明能干，把我爹的事业管理得井井有条。有一回啊，我就听见我娘在感慨，他要真是曾家的孩子该多好。可是事实就是事实，咱们曾家唯一的儿子就是静南这个样子，谁都拿他没办法。不过现在有了你。我怎么样？咱们私下都希望成了亲可以让我哥哥定定心转转性，是娘说的，她说男人多半都是这样，所以就请你多让着我哥一点，多包容他一些。秋桐的事儿已经无从挽回了，多想就多难过，我爹他们会解决的，就请你原谅我哥吧，好不好？祠堂是祭祀跟忏悔的地方，你们竟然在这儿聊起天来了，你这个小姑是怎么当的？奶奶，是我无意间闯到这儿来，静轩他正在教我一些家里的规矩。教规矩还轮不到他。不错，咱们家是有很多规矩，很快的我会一样一样的教给你。木头人呢？新娘子怎么当？难道没有人教过你吗？脱鞋。以后我回来别光站在那儿干瞪眼了，要是秋桐的话早就奔过来给我宽衣解带端茶奉水，还外带投怀送抱的，哪里会像你一样让我左等右等，等得我都冒了火了。哎，又怎么了？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怪新娘。哎，喏，先是还没拜堂吗就给掀了头盖，好，那是风吹的，我没辙。再来吗就是进了洞房就掉眼泪，昨儿个也哭今儿个也哭，你是怎么不吉利，怎么蹙眉头，你静悄了坐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当然不是，谁不想做一个欢欢喜喜含羞带笑的新娘。在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里，我满怀着庄严、喜悦和紧张的情绪，对于我的丈夫、我的新婚之夜以及未来的种种，也有许许多多美好的想象。是迎接我的是什么？
是一个丧葬队伍，是指郑丽丽的控诉，是惊心动魄的烧花轿，还有恶狠狠的诅咒。请你替我想一想，我怎么能不感到委屈难过？我怎么能忍得住眼泪呢？替我想一想，我怎么能不感到委屈难过？我怎么能忍得住眼泪呢？现在还要在这里听你左一句秋桐怎么样，右一句秋桐怎么样？你考虑过我的感觉没有？哎，这件事情我也感到很怄。哎，我如果是未卜先知的话，我就不会让它发生了嘛，是不是？可是它还是发生了，发生了就算了，把它抛在脑后忘了不就结了？忘了？这里头出了条人命啊！人是自杀的呀，你瞧你瞧我那个样，活像是我杀了人似的。你刚才说的宽衣解带、端茶奉水什么的，不就证实了你跟秋桐确实有情了吗？既然有情在先，却有失信于后，那么即使你不杀伯仁，伯仁也是因你而死，你也难辞其咎。难辞其咎？是哦，就是为了这四个字花了我300块洋钱。300块耶，我已经给人狠狠扒了一层皮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什么意思？我不懂。你不必懂，反正事情已经摆平了。我向你保证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什么丧葬队、烧纸人那些鬼玩意儿了。卓家的人你也见不到了，行了吧？你给钱打发了人家，还是花钱把人家怎么样啊？你把话说清楚啊！别再提这些煞风景的事了，咱们好好说话，不要动手动脚的。说笑话，都已经是夫妻了，还怕动手动脚？梦涵，好梦涵，你就别再变变扭扭了嘛，来，请你不要这样。你是我的新娘子，我希望弄清楚整件事情。咱们既然已经是夫妻了，那么关于你的事情，我就希望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怎么解决问题的。好，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你是个啰里啰嗦又不识好歹的女人，本来跟秋桐过得好好的，还不是为了你，为了履行跟你的婚约，我才狠心的把她给撵走了，对她失信，不守诺言，也还是为了你。不想你才进门，就在你身边搞了个小妾，弄得你心里不舒服。谁知道秋桐还会那么死心眼的去上吊，搞得他们家人来哭哭闹闹的。我索性再告诉你，之所以会闹得没完没了，也还是因为你。因为他们想让秋桐的牌位进咱们家的祠堂，咱们不肯让你受这种委屈，说什么都不答应，所以才会磨到今天，花了这么大一笔钱才让我们打了退堂鼓，你知道吗？结果呢，反倒过来你跟我擂战鼓。早知道是这样，我才不会对你白费心，搞得人财两失，还要看你的脸色，气死我了。
这是一个错误。奈何我已经深深陷入，你眼底流转的情真是我心中最痛的痛楚，你唇边盘旋的无奈，真是我心底激荡的悲苦，你偶然绽放烟锁从楼游。